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5月16日的英文新闻。好像有一点久不见了，因为最近比较忙一点，大概可能要到5月底之后才会比较好一点。好，那今天第一篇看的是一个枪击案的新闻，就是这种很痛心的。A white 18-year-old gunman allegedly carried out a racist attack at a supermarket in Buffalo, New York on Saturday, killing 10 people and injuring 3 others.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almost all the victims were black. The suspect, who live-streamed the mass shooting, is believed to be the author of a screed, posted online detailing his white supremacist ideologies and his plan to target black community in New York.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总共里面是有三个句子。好，第一个句子里面呢 ，white 就是白人，为什么这边要强调白人呢？等一下会看到。好，这是一个18岁，才18岁，到底在想什么？还有一个18岁的白人 ，allegedly 我们之前才看过，就是据称，好，涉嫌怎么样 ？carry out 就是执行 ，a racist attack。好 ，racist 的话就是讲这个人是种族主义者，就是他有种族歧视，种族主义者，好，觉得可能自己的种族最伟大这样子。好 ，racist attack， OK， 种族的攻击，种族歧视的攻击，在哪里呢？在纽约的水牛城市的一家超市里面。好，是在星期六这一天。好，那这边呢，这个 killing 哪里来的呢？就是这个 gunman， 对不对 ？Who killed？Who 省略掉 ，killed 省略掉，变成 killing。好，所以这种常见的现在分词片语修饰的是你的主词，指的就是这个枪手，这个十八岁的男生青少年，好、哦，枪手杀死了十个人。好 ，and 是连接词，那 injuring 这边跟 killing 一样，也是 who injured， 好 ，who 省略掉 injured 改成 injuring， 好，杀死了十个人，伤了三个人。好，根据这个 authority 就是当局跟应该就是警察局之类的。好，下一句的主词是 almost all of the victim。几乎所有的受害者 ，victim 就是受害者。那 almost all 就是这边死大概十个，对不对？可能我没有仔细去看，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不是，其他通是什么 ？black。好，这边指的是黑人。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针对的种族歧视的。等一下后面会看到。好，所以这个白人的少年杀了大概有十个左右的，连那个一个警卫。好，就是上前去，也是被枪杀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嫌犯是怎么样呢 ？The suspect， 好，主持你的嫌犯，什么样的嫌犯呢？这后面是一个形容词子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那个是18岁的白人少年的，对不对？所以这里的形容词子句是非限定，非限定就是主持的话，记得你有两个逗号。好，这个副词就是嫌犯主持 ，live stream 就是我们讲的直播，他在线上直播，好像是在 Twitch， 那这个后来已经当然被删掉了。好，他在线上直播 the mass shooting， 现在的这些枪击犯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社会真是太有问题了。好，一边杀人还一边直播，这到底是怎么样？好，那这个 the mass shooting， mass 是大量的，之前那个大规模武器那个 mass 也是这个 mass。然后这个 shooting 就是射击，好，这个大规模的枪击，好的，这个嫌犯 is believed 这边是现在被动，好，被认为是被相信是什么呢 ？To be the author 是作者，什么东西的作者呢 ？Of a screed 就是一篇文章，冗长的文章，一篇长文，好，有的会把它这种叫做宣言，好，就是犯人他们就会想写一篇那种刑犯的动机的这种的。好 ，posted online 这边的 which 跟 what 省略掉了，好，就是被张贴在网络上，好 ，which 省略掉 ，what 省略掉 ，posted online， 好，被张贴在网络上的这篇长文，然后这个长文是怎么样呢？这个 detailing 的话。这里的话也是现在分词 ，which detailed which 省略掉 ，detail 省略掉改成 detailing。好 ，detailing 的话 ，detail 是细节，对不对？这边指的是描述。好，他详细的描述了他的 white supremacist ideologies。好，白人至上主义者，觉得白人最伟大，其他人都是次等人这种的白人主义至上者的意识形态，还有他的计划。
这个人是有计划好的 to target a black community in New York， 他专门去找那个黑人最多的社区，好，然后先前一晚上就住在那边，然后隔天再执行他的攻击，就是非常有计划性的。然后这个人呢，在去年在念高中的时候，好，就是好像也要攻击学校还是怎么样，有发表类似言论，就被抓去警察局关了一天半，然后没事又放出来了，然后都要想这种人为什么还可以买枪。好，所以美国目前枪支问题是很大的，而且呢，在哪里？这边现在是2022年，对不对？现在才五月不到六月，美国已经发生了198件的大规模的这种枪击案，哎，是有点蛮可怕的地方，应该可以这样讲吧。好，所以呢，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问题。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新冠肺炎非常严重，对不对？美国的话，枪击案好实在是蛮严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A white 18-year-old gunman allegedly carried out a racist attack at a supermarket in Buffalo, New York on Saturday, killing 10 people and injuring 3 others,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Almost all of the victims were black. The suspect, who livestreamed the mass shooting, is believed to be the author of a script posted online.Detailing his white supremacist ideologies and his plan to target a black community in New York. 好，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枪击案，在一个教堂。好，死掉跟受伤的好像都是台籍的、台裔的华裔，这是什么？台裔在美的人。我的中文。好，然后好像杀人的人好是亚，确定是亚裔，但本来有听到台裔，好，现在就是不知道，可能我觉得通常也有可能也是就是台湾人有一些事故吧，好，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美国也变成这样子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gunman 持枪的歹徒，第二个 allegedly 之前讲过涉嫌的、据称的，就前几天才讲到。第三个 carry something out 就是执行什么事情。好，第四个 racist 好，种族主义的或者是种族主义者，通常这种人就是会歧视其他人的。好，被叫一个 racist 是对，就不是什么名誉的事情，就是骂人的话。好，第五个 authority 当局权威，这个字很常看见。第六个 victim， 好， victim 就是受害者。我们有写 suspect 就是嫌疑犯，好，大家应该知道。第七个 live stream 就是线上直播。第八个 mass shooting 大规模的枪击。第九个 script 就是一个冗长的文章。第十个 detail 名词细节比较常看到，比较少看到是它当动词是详细描述。好，十一个 white supremacist， 好，有一个字叫做 white supremacy。MACY 是它的名词，就是白人至上的主义。那 IST 的话，这边就是人。Ideology 叫做意识形态。好 ，target 的话，对不起，我这边写错了。好，名词是目标，动词是把什么什么当做目标。好 ，community 社区，这应该没有问题。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温馨的长颈鹿的故事。A giraffe born with a disorder gets modified leg braces designed for humans.好，一只长颈鹿，什么样的长颈鹿呢 ？Who was 省略掉了 ，Who was born？ 好，这 Who was 省略掉 ，born 修饰，就是过去分词修饰 giraffe。好，出生下来就有个 disorder 就是一个疾病，就有缺陷的。好，它的脚呢弯的方向不对。好 ，gets modified leg braces。好，它得到了这个改造过的腿的什么支架。为什么翻译没翻完？好，那这个支架呢是怎么样的支架呢 ？Which were designed for human? Which 省略掉 ，were 省略掉。好，这个 design 过去分词修饰这个 braces， 这个支架是用来设计给人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可爱的长颈鹿在哪里呢？不对，长颈鹿，好，在这边，这只长颈鹿，好，然后这边有可爱的小时候，
这只长颈鹿，这只长颈鹿因为一出生它的腿就有问题，好像是弯的方向不对，然后呢就会怕它没有办法走路，就赶快帮它找。而且这只长颈鹿呢一出生就多高，大家知道吗？因为它是长颈鹿，它出生176，好，一出生就非常的高。然后呢它找了谁呢？我们来看一下。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and run Rendonian has fitted braces for everyone from Paralympians to children with scoliosis. But Mizitani was a patient like none other, a newborn giraffe. 好，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一个 decade 是十年， 3 decades 就是十年。好，在过去的30年，记一下，英文我们常用 over 后面加时间，表示过，这样多久的时间，在过去30年以来。好，这是你的，这是把那个介系词片语提到前面来。好，那真正主词在这边叫做 Mirzanian。 好，对不起，我又乱念他的名字。好，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医生。 has fitted 是你的动词， fit 就是合适。好，这边是帮他们做一些 braces， 就是我们讲的支架啊。 braces 也可以是，我很多人不是，我没有戴的是牙套。好， for everyone， 那这个 everyone 从什么样的人呢？ Paralympians， 对不起， Paralympian 就是那个之前残障奥运的运动员。好，到呢 children with scoliosis。 好，这个 scoliosis 就是脊柱侧弯，就小孩子可能出生就脊椎侧弯，所以就需要一些支架这样子。好， but Miss Tony was a patient like none other， 但是呢这个是长颈鹿的名字。好， was a patient， 他是一个病人， like none other， 完全不像其他的，那就有很特别的意思。好，他是一只刚出生的长颈鹿。然后这个人呢他也很棒，他就是从来没有做过长颈鹿啊，而且这些长颈鹿要赶快做，为什么？178每天不断的长。好， 176每天不断的长，那要赶快做。然后这个人呢，我就看他就说他呢就开始研究长颈鹿的架构。然后他就说 24/7， 大家有听过这个 24/7 吗？就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就是完全不停息的一直在找资料啊，终于找到，然后把它做出来了。所以呢这只可爱的小长颈鹿啊，就变得这样子就可以走了啊，不然它没有办法吃饭，也没有办法走路，就怕它活不下去这样子。好，这是比较温馨的新闻。我们再看一次。 A giraffe born with a disorder gets modified leg braces designed for humans.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Aramazanian has fitted braces for everyone from Paralympians to children with scoliosis. But Mizitani was a patient like none other, a newborn giraffe. 好，那这是今天的第二个新闻。我们看一下单字。第一个 disorder， 然后 disorder 就是疾病，所以我们讲 mental disorder， 心理的疾病。好，第二个 modify 动词就是改造，还有我们讲的修饰，有没有？我们讲啊，形容词修饰、名词副词修饰、动词这个修饰也是一样，用 modify 这个字。第三个 brace 的是支架，好，一般牙套我们就把它叫做 braces。好， decade 的话是十年， fit 的话是动词，适合。好， Paralympian 是残障奥运的运动员。Scoliosis 是脊柱侧弯。好，最后一个 like none other 或者 like no other， 好，就表示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或者指的就是非常特别的意思。好的，今天的新闻就看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明天可能会没有时间，我们可能会是后天见了。好，那就祝大家有个愉快安全的一周，下次见了，拜拜。